太狠了吧！那爸爸是散步还是？我妈妈在这边散步。你妈妈是？我妈妈。那瑞芳区竹坑口路哈，22号枫林桥的旁边哈，那发生一位妇人哈，遭疑似骑摩托车的骑士哈撞击哈，那倒卧在那个桥旁边哈，那目前那个肇事者哈疑似肇事逃逸哈，那目前我们警方正积极的在追查当中。OK。